大家，我现在在台中了。今天呢是只有我跟启凡还有宇宙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台中这边呢逛个Outlet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还是会拍影片哦。但为什么今天呢，就是不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呢？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昨天已经去拍了一支Outlet影片了，但今天我们又要拍Outlet影片，那我就要一个不一样的主题。所以我决定今天呢，就让我的员工们，就是他们想买什么、想逛什么，我就是跟他们去。本人目前在思考要给他们多少的扣打，因为就是毕竟我昨天已经拍完Outlet了，所以那个我今天的扣打整个大幅下降。你在跑吗？笑哎呦！我们现在大家都还没有吃饭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决定要先去吃一下午餐，吃完之后再开始逛街。那今天就是这个整个系列可能就会比较像是 vlog 的记录，因为我真的对于台中港的 Outlet 完全不熟，虽然有来过，但是真的是没有深度的逛过。然后呢，你们看我今天是不是感觉很素？我想说我现在人在外面，我一定不能脱口罩，但我不要化妆好了。大家，我们找到我们今天中午要在Outlet吃饭的地方了。我们选的呢是这一间美式汉堡店，然后呢我特别挑选的就是有这种可以看到港口的这个景色，我觉得非常的美，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也会觉得很 chill 的感觉。另外一边是完全没有的，觉得我都来这边了，我应该要点这才对。这里就是买汉堡。对啦，好，我要点这个啦，就是善变，我要这个洛梨牛肉汉堡。通常我的员工有选择障碍的时候，我都不会强迫他什么，我也不会就是很急着想要他赶快做决定，慢慢来就好。我们时间很多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快点，快点，你都好了啦。我们都好了，你快点就好了。你先，你知道。告诉你啊。把打钱把他翘啊。还有麦当劳的味道。我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个汉堡真的很好吃，把你下来。好了，好好吃。嗯，是不是炖了很脆？但它很细，原本看不出来它是会这么好吃。它就是细细脆脆，那个口感比粗的还好吃。嘴巴张到不能再大。嗯，我没有那么惊艳，是因为我大概可以猜得到它的那个口感，可是它是真的很好吃。然后他说他这次选用就是那种进口洛梨，我没有那么喜欢吃汉堡的人。我觉得它的那个汉堡的那个面包真的很 Q 很好吃，是他们的招牌。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哎，很好吃吧？嗯，很好吃，很会选配。哦，给供给供，好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要去逛街了。New Balance 有啊？有要逛吗？我最近才买一双，你也有买，你也有买。对，我有，我有买。我们就非常的感谢那个 New Balance 干爹，就是这样子长期的，就是赞助啊，然后跟我们合作。对，你找我合作，我就找他们拍照。对啊，然后我就买，我们就被烧，对对对，被烧到，我这个是有循环，没错。哇，这边好美哦，好想买。哎、欸，可以搭哦，可以吧？买票，台中这里真的很棒，有点喜欢。真的，哎、欸，我们是在这边拍照啊。对啊，对对对。走吧，今天其实我们要改一个标题，其实今天是一日工具人。我在夹相机，拿手机，再来一个拍照。也要等你收好，我才能拍啊，因为我是工具人。我觉得朋友的男朋友，只要是那种就是跟一群女生很好的，他通常就会被当作是工具人，因为他就要负责帮所有女生拍照片。所以要嘛耍 man， 就是给女生一种就是我不帮忙拍的；要嘛就是。当个暖男，但是你就是要空调所有人。那团体照都没有他。对对对，因为都帮别人拍了。对，我要先说一下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去这间店，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很想帮阿明的星星买一些东西。然后，因为我们之前在台北的时候我就一直没有逛到类似像这样的店，所以难得就是现在来台中港的 Outlet， 我想去看一下，帮星星挑个礼物。毕竟我也是个美丽又可爱的阿姨。好。我后来就只有买了，就是那个包屁衣三件，而且它三件才800多块，是蛮便宜的。我原本以为真的一袋可能要1000到1400，还行。老实讲，我觉得那个这边的 Outlet 有一种在国外的感觉。嗯，因为我之前有逛过那种意大利的 Outlet， 这边真的很像，真的、哦，真的就是很舒服。
然后人不会很多，不会很挤，然后每间店都很宽阔，对，然后它就是整个是平面的，然后室内都是吃的，我觉得真的跟国外的奥运很像。而且今天天空又很像国外，对，而且因为天空又很美，因为你知道如果是在台湾的话，通常我都是在北部的奥莱嘛，啊，有的时候下雨或潮湿，你就会觉得这是阴阴的感觉，可是真的来台中这里，我就觉得哇很舒服。这是人气推荐，人气推荐，可爱，可爱。好像不错哎、欸，而且这是落肩卷袖子，好，我跟张俊一样，对，可是它好大件哦、喔，它这个是做宽的吧，我的是比较窄的，这个人好搭呢，我觉得这个它可能 free size， 可是它写它是 free size， 它用这个宽的感觉，有点太宽了，还是你觉得还好？谢谢，然后还要再一个三明派对跟一个跳跳糖。好，我觉得我可爱。谢谢老板。哎、欸，那个130、130。哎、欸，阿远嘞？我不知道他看。阿远在哪？哈哈哈哈哈！自由女神。好了，拿去啊。好。我现在来吃三明冰淇淋的冰。刚因为非常幸运被店员认出来，所以他就帮我加了一些配料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三玉冰淇淋在台湾会叫三玉冰淇淋，因为它其实是什么 Burskin Robin，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变三玉了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记耶，真的、哦，会因为它叫三玉而记得它。哦，如果它是英文的话，因为想说不会念不出来，我就说哦，那个粉红色那一间。对对对。我想，你觉得？好像不错哎。我觉得下面那个白色蛮有特色。太像是我最近的风格，感觉现在晚上人越来越多了。然后为什么我现在自己在这边？因为呢，我的员工他们现在在里面买衣服，因为他们说7点来我要首播，所以他们叫我自己先坐在这里，就是留老板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干扰人的感觉。其实也不是说我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想买，只是因为我觉得没有特别想要花钱的那个欲望，可能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吧，就觉得工作已经比以前少了，然后再加上又没有办法很常出国，然后就觉得好像自装费好像也没有那么需要。你看我今天也没有化妆，就直接很素的来，今天就很像是单纯来休闲一下，就是来给自己一个臭臭的感觉。好，就这样，总之先等他们吧，他们还在里面。我先首播。我有个员工哈，平常发文的时候速度也慢，现在连挑鞋子都慢。他现在在那边抉择，说他到底是要哪一双？有差吗？我想要买这一件，因为我昨天买了两件爱迪达，但是都没有买上衣。我觉得这个很好搭哎、欸，外面搭一件外套就好了。而且它才599，奥莱才有，昨天那件奥莱还没有。我觉得这颜色很适合我，买。这样就是原价、所以这个真是便宜很多。哇，便宜很多哎！我们这个现在几点？晚上7:16。对，我们这买了第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，这是第二个。我在这里买了一件牛仔裤，只是没货，然后寄到台北。哦哦，所以这是第二个了，没错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但是我们从今天大概下午，我们算2-3点抵达这边好了。到现在这样子已经4-5小时，才刚买第一、第二样自己的东西，真的有点太夸张。而且我觉得真的有那种有便宜到的感觉。不是因为他刚买那件裤子，是之前他帮我拍业配的那一件裙子啊，裙子说错。然后那个原价真的就是1000，然后他现在买就是只要700，700，便宜
耶。我现在应该比较老。对，我在看。你看，现在对，因为我头更小，所以我戴起来更长，长得更显。你就是阿伯。你是阿伯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脸型适合这种牛仔色的人，真的会整个人就是很日系；不适合的人就是阿伯，需要躺着，躺着也中枪。对，要够白才会适合牛仔。你走在穿这走在路上就会被看。你像穿那个什么厨房用的铝箔纸，铝箔纸对不对？中秋烤肉就穿这个。这种我觉得，如果有人穿一个墨镜，然后就可以穿帅，就可以拍那种闪光灯帅。哦，嗯，因为我觉得很特别。对啊，衣柜可以留一件。好，我要买了。我买这个。最后一个我们沦陷的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买了好多哦。错，而且刚刚我那个不是买的那一件那个太空衣吗？你知道怎么会买吗？我看成990，你知道它原价多少钱吗？990。我操！我忘了看它前面的四。今天我如果没有买这个的话呢，真的这一集就真的不知道要看什么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是老天最后就是施舍给我说什么啊，你就买吧这样子，他直接把那个四给遮住。我刚刚都在遮掩，真的给他买下去了。但是有买东西啊，晚上傍晚走出来的那个感觉，那气氛是整个超级好的。而且你看我们现在。天伦，希望我们现在时间来不及，没有办法上去搭，不然的话，没有，真的觉得很赞的，就是好适合约会哦，浪漫，我又像是个电灯泡一样。可是晚上真的是在就是这边的outlet，真的会觉得很舒服，然后就很惬意，然后对，而且我觉得它没有那么拥挤，它就是整个很宽阔，然后每一间店就是距离就是都算蛮宽的，然后里面也都很大。应该算是我目前就是逛过的是我outlet我心目中的第一名，台中的三井outlet，就这样啊，这是我第一次那个在台中港的outlet拍了这个影片，然后跟着员工一起来逛个街，想说给大家一个轻松的感觉啊，今天有没有觉得还不错吧？很棒啊，我觉得我蛮喜欢台中这里outlet，尤其这里风景超漂亮的。好啦，来这边自撑了，讲那么多。好啦，你来我就来，我就说了嘛，你来我就来。好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台中港的outlet玩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一支影片，喜欢这一支影片，记得帮这一支影片点个喜欢，然后记得follow我的 YouTube 频道的 Instagram，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吧，拜拜。